每日神话，接受神做你独一无二的主宰者，是人蒙拯救的开端。关于神的权柄这方面真理，需要每一个人去认真对待，用心去体会，去领悟。因为这些真理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人生，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涉及到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度过的几个重要关口，涉及到人如何认识神的主宰，人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神的权柄，当然也涉及到每个人的最终归宿。所以需要人花费毕生的精力去认识与体会。当你能正视神权柄的时候，当你能接受神主宰的时候，你就会逐步地认识到、体会到神权柄的真实存在。但是如果你从来都不承认神的权柄，也不接受神的主宰，那你不管活多大岁数，都不会对神的主宰有丝毫的认识。如果你对神的权柄没有真实的认识与体会，当你走到路中的时候，即使你信神几十年，但你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收获，而你对神主宰人类命运的认识也必然是零。这是不是很可悲的事？所以，不管你走过多少人生路，不管你现在多大岁数，不管你以后的路有多长，首先你得承认与正视神的权柄，接受神是你独一无二的主宰者这一事实。对有关神主宰人类命运的这些真理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与领会，这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是每个人认识人生得着真理的关键所在，也是人每天都要面临的认识神的基本功课与生活，这是任何人都避不开的。如果有人想走捷径达到这个目标，那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逃避神的主宰，那更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人唯一的主，神是人命运唯一的主宰者。所以，人自己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也不可能超越人的命运。无论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都不可能影响，更不可能摆布、安排、左右与改变他人的命运。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自己才能主宰人的一切。因为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自己拥有主宰人类命运的独一无二的权柄，所以只有造物主是人类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神的权柄不仅主宰受造的人类，而且也主宰着任何人看不见的非受造之物与宇宙星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如果有的人依然不满足于现状，觉得自己有某一方面特长，有某一方面能力，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想改变或摆脱现在的处境，或者试图想借助人为的努力来帮助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以达到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目的，那我说你是自找苦吃、自讨没趣、自掘坟墓。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
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你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你与命运抗争的野心欲望与你自己不轨的行为必将带你走上一条不归路，也必将让你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虽然现在你看不到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当你对神主宰人类命运的真理经历体验的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会逐步体会到我今天所说这一番话的所指与其中的真实含义了。你到底是不是有心有灵的人，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就看你这个人对神的主宰、对真理是什么样的态度。当然，这也决定你能否真正明白与认识神的权柄。如果你的一生从来都没有感受到神的主宰安排，更不能承认、接受神的权柄，那你这个人就彻底的报废了。定规是神厌弃的对象，这是你自己所走的路与你的选择决定的。而那些在神的做工中能够接受神的试炼、接受神的主宰、顺服神的权柄、逐步对神的话有了真实经历的人，得着了对神权柄的真实认识与对神主宰的真实体验，真正的归服到了造物主的面前，这些人才是真正蒙拯救的人。因着他们认识了神的主宰，接受了神的主宰，因而他们对神主宰人类命运的这一事实有了准确真实的体验与顺服。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如约伯一样具有不惧怕死亡的心态，能够如约伯一样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没有个人的选择，也没有个人的意愿。这样的人才能以真正的受造人类的身份归回到造物主的身边。